上帝是非常公平的，漂亮的女孩子呢就不一定会煮饭，会煮饭的女孩子呢就不一定是。哎，隐什么形啊，就算真的隐了形，穿了衣服也让我们看见了啊。怎么踢进去？楼门给封死了，用脚削球啊！那倒也是，又削球，够胆！哎呀，这怎么踢的？你说最关键的是合作，这枪好像跑不动似的。你搞什么鬼啊？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看这个球，哎，好啊！你干什么这样打理打我？你神经病！你问问人家是不是我打的？这下惨了！这不怪我了吧？我这是什么事儿啊？就这样。少了一粒东西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就是，来开门去，哎，好，哎，我来，过来，喂，收信啊，你说吧，你看得见我？我真不想看你，坏得我的眼睛不争气，小小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不会吧，老兄，我是隐形的，隐形？我还想呢，快点吧，老弟，让我早点回去洗洗眼睛，深睁眼可不好受啊。白警官以为隐了形，我们大家看不见的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刚才我洗澡的时候，他就闯进来了，我也就当没看见。哎，我的身材好不好？